其实我以为不是考验我们啊，我也以为。我露露，真假阿远，愿意参加这次的真心话聚餐，愿意参加这次的真心话聚餐，会遵守一切规则，会遵守一切规则，所有问题都要诚实回答，所有问题都要诚实回答，如果有说谎，如果有说谎。立刻退出 YouTube 圈！立刻退出 YouTube 圈 ！OK， 好了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露露。一二三，演讲吧，面大先生。我觉得好稀奇哦。以前呢，因为在他们的频道都是一二三演，然后三演，我就这样，然后我就露露，然后就摆最后一个。啊，对。有没有很怀念？而且其实粉丝应该就是一直都有在下面留言，不管是你们的频道还是我的频道，都一直跟我说你有没有跟三元继续合作。其实我都很不好意思要回答，因为其实说真的，因为你们两个都很忙，因为他们是日更，然后每次都要拍很大量，然后再加上我觉得我好像没有还没有很红，觉得应该要等待红一点之后再来辅助你们，有没有？没有没有没有，那时候已经你很红，因为我们的频道里面的上面的第几个影片。那因为就是要感谢你们，就是把我培养变成这样的 YouTuber 之后呢，所以我今天呢找你们一起来合作之外，还要请你们吃好吃的。哦，谢谢，好吃的。所以就是随你们点，点多一点。对对对对对。对对对 ，OK OK， 等一下呢，我们会一边聊天一边吃饭之外呢，接下来我们要开始就是我们一人十道问题，然后假使就是你不想回答，你可以说我不回答，没关系，我们就画脸，看谁最后就是脸画最多，然后就要把菜单给了。不美是来宾，来宾，为什么要不对？这是惩罚，惩罚，惩罚，对，惩罚，那回答就好，对，只要回答就好，可以 ，OK， 好，上麦，耶，好，那我点的菜都上来，然后你们自己点的也上来，因为看起来很漂亮，对，这个看起来也很重要。吃起来更重要，我们一边吃一边聊，好，我们可以开始。那这一家呢，是在位于国父纪念馆附近的 Myson 家餐酒馆，这里，江江，开始咯。OK， 来，喂，你叫变态先生，你真的做过最变态的事情？三元受攻嘞，我舔过男性的。我超级喝醉，在台湾吗？在 ，no， 在日本，对，在日本。啊，那个人是？还有我，那时候我天的笑，不要这样好，我也知道，没有这样，不要误会。大家真的喝醉的时候，还有很多同学吧？对对对对对，大概五个男生，对对对对，五个男生，哪里跟哪块钱？对对对，好，就讲了 ，OK， 哇，这个太屌了，不是我顶吧？然后露露，你。交过几个男朋友？不敢回答。没有没有没有，我要回答，应该十个左右。所以答案是十个。对，差不多左右。哇，很会。会不去？厉害，大胃王。不是吗？大胃王。他们为什么这样欺负我？想请问三元，你最后一次打我香菜是什么时候？刚刚。刚刚？你真的有惊险呢。那你有洗手吗？哦，没有的话，太有戏了。换句讲，好，你跟三元啊吵过一次最凶的吵架是什么时候？为什么？真的，我超级喝醉的时候。我挺凶，我挺凶。他也坏，超级生气。我们两个日本上班族的时候，然后因为每天上班很累，但是我们还是要参加那个漫才熬夜练习。然后应该漫才比赛的前几天吧，需要很重要的练习。但是那时候他已经喝醉来那个卡拉 OK 里面，然后开始练习。但是因为他很喝醉，所以他连台词也不能讲句，所以我那时候真的生气。可以换吗？这个一定要换。对对对对，不是他不回答，是因为我要惩罚你。为什么喝酒才去练习？对，来，帮三元报仇。三元，给你报仇。帅吗？帅帅帅，比较好搞，比较像变态型。啊，那 OK。OK， 接下来露露，你平均呢的伙食费到底多少？你觉得
当初拍片这样子，一个月下来一个月大概多少？我跟他第一次拍的时候是无间夜市的计划，然后每次的计划也差不多。那一直需要那是因为了拍片那个效果，正常来说不会这样，差不多3-5万一个月啊，还是很多吧？还是很多，吃也只有吃，很可怜的，可怜，薪水都进去了。我就问三元，请你说出俊翔的三个缺点。没有那么缺点，有，你看，没有。但是我觉得他的决定都是他喝醉的时候，没有记忆，还有常常哭。然后他半夜的时候送我一个很长、很认真的一个 line。对，三爷，为了我们一起好好努力吧，这样。就是打那种感性文，然后很惨。对，人家是情侣在那边分手的时候才会有那种，但是歌店他没有记，对，所以就是都是喝醉，很麻烦。好吗？那俊翔，你会改吗？不会。要改，尤其是那个 line 的部分。line 的部分，醉的时候才可以修正。好。然后先换俊翔，嗨，你说出三个。三元的缺点，换你说了。三元的缺点，第一个是我叫他一起玩的时候，他每次都拒绝，也一起吃饭吧，一起喝酒吧，对，邀请他的时候，他拒绝的理由是什么？不好意思，今天有点不方便。他应该每次都不喜欢不方便，有点麻烦。他也其实没有那么在意其他的人的心情。我看过。他女生哭的时候，笑，真的，太坏了吧！你正在哭的时候，他笑，对，那个整个气氛很尴尬，我让气氛开心。不是吧？这个人很奇怪，你太坏了！我本来啊，觉得俊翔比较糟糕，就是。喝醉带给麻烦，但是我真的觉得最后那个是直接三元吊打过去，太坏了，听起来真的很坏。你三元给大家看一下，帅，超帅，帅，帅，很帅，帅，好，好，露露，三元，九妹，王健，你合作最开心的排名是哪？怎么排？排名？请讲。对啊。但是我大概懂。大概懂。那你觉得是谁？应该 One Game Your Man 我们吧。为什么？因为我知道 Lulu 跟 One Game 超级感情好，还有 Your Man 的话有很多钱嘛，可以让他吃很高级、超级好吃的。我们的比较便宜。对，不是，我单纯以人不讲食物。当然啦，我是问人。我觉得九妹先。然后第二名是三元。哇，真的铁牛！我一定要讲为什么。好，我觉得九妹是因为我喜欢讲话有一点智慧的人，所以她在讲出来的一些梗的幽默，对我来说比较高级一点。那三元他们又比较不一样，是他们其实会蛮顾虑我的感受，在拍片的时候。我觉得就是很在乎，这个效果。虽然我觉得我做不出来，但我会觉得哇，看他们的反应很好笑。可是因为铁牛笑得太冷了，他没有进入到我的心里面，就变成很尴尬。就是他做他笑他的，然后我自己一个就。好，万三元，你觉得台湾女生跟日本女生谁的 sex 的性强技巧比较好？这是俊翔的题目吧？我不知道，我真的不知道这个，我真的不知道。好，那你要不要画脸？你回答不出来就要画脸。好，那好。好。好，换俊翔。好，因为刚刚三元没有回答完，我很想再听你回答。请问台湾的女生跟日本女生谁的 sex 的技巧？对啊，听你说的。对啊，换你讲。当时我，台湾的女生，为什么？日本的女生比较开放，对 sex 开放的，但是台湾的女生对 sex 没有那么开放，
所以就要挑战性。对，只要都有进来。对对对对对对对。我说技巧哎，技巧。乱乱乱！你乱乱乱！你讲的话，里面有钱。哦，对对，里面有 A V 的。啊，这个对对对对，所以大家都知道。我又给有后悔。那我再问露露、安源、俊奖跟 Tommy， 选一个当男朋友的话，你会选谁？我合作过哦。不想听耶，不想听。俊奖。我。不说。这个嘛，安源还会有一点可以当男朋友，但我觉得Tommy 比较算是。啊，单元他其实在乎的是责任感很强烈，所以他可能会工作第一，然后女朋友第二。但我觉得俊奖可能会把女朋友放第一。真的吗？对，你看吧，是不是？这是一种给人的感觉，可以看得出来的。你要再这样，所以我觉得应该是俊奖，因为我觉得他会更照顾我。露露的回答你们满意吗？满意，满意。OK， 俊奖跟三元，好，为什么隔了这么久？才来跟露露一起拍片呢，是不是有吵架？如果露露出现我们的频道里面的话，虽然观感是很好，但是留言没有那么的好，对露露也不好，对我们也不好，对比较难合作。你觉得咧？其实我以为露露讨厌我们啊，我也以为。爆炸位置，为什么？因为很多人骂你的时候，我们没有那么保护你，保护对，保护露露。因为我们也可以删掉对那些留言，但是我们没有删掉那样的留言。啊，那为什么没有？其实我们，因为我们删掉的话，他们觉得哦，给我们那样的意见的话，他们会难过。那要更多。要换更多人哦，不好的留言，他怕反效果啦。所以我以为露露现在也有可能超越想象，所以今天真的很开心，要进步。其实我觉得当初这一件事情或多或少有影响到我为什么没有留下来，但是没有对你们发脾气。我觉得有两种你们没有做到一件事，就是粉丝骂归骂，我觉得没什么。但是我觉得你们没有来跟我安慰我，害我觉得说你们好像没有把我当成一份子的感觉，所以我会觉得说我不知道我自己该怎么办。可是这都还好啦，就事后过了就这样。因为我有考量到你们的决定，但为什么隔了这么久吗？毕竟我在你们的频道待很久，那其实合作是要为了让大家去喜欢那一个来宾。以及帮自己的频道增长，反正就是让观众先再等待一阵子，然后发觉哎，露露其实也不错，哎，其实三元也不错，然后再合作的时候，有没有那种感觉就不一样？我再多补一个问题，你们两个可以回答。你们觉得露露的缺点是什么？讲话了又急，太直接的感觉。哦，太直接。我讲出什么话让你很难受吗？有吃不了，你今天那样。我是无聊。那你呢？那当时一样，也是无聊。我那时候你无聊乱讲话。有。什么时候？好了。啊，对对对对对，我很认真。好吃吧，露露？敷衍。好，可以画。好了。我们今天非常感谢三元梦。耶。那你们觉得就是今天这样子重逢，开心吗？开心。不是装的吧？没有变，真的哈。对，真的哈。非常感谢这一次 Mason 家的餐酒馆，然后提供我们食物，真的你觉得好吃吗？好吃。然后也非常感谢俊奖跟三元，然后来到我频道，然后把我们一直以来的心结解开之外呢，粉丝也可以更了解我们。其实就是以后我们可以更长的合作。那今天影片到此结束，如果喜欢的朋友们不要忘记帮我按赞、订阅、点赞和追踪 YG 跟粉丝，如果可以帮我分享出去，那还有订阅三元频道以及追踪我们两个的 IG 哦。好的，那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拜拜。唉，原来如此，这次也是我多少钱？这次金额8750。7750。吃这么多吗？对啊。这么多？这么多？可以说话吗？付钱。那我要去提款一下。真的？真的吗？真的。真的值那么多？怎么办？你最爱看的 A V 女优是哪一位？啊、我最近最喜欢的是仙田，仙田。啊！你知道吗？我知道。福加达阿姨。
我知道是他。对，我看过他很多系列。哦啊，为什么？因为我本身就是会看的、啊，但是我觉得男生女生看到哦，喜欢他拍的好。他长得很我在问他。